然后这个是刚刚是眼镜纸，我打印一点出来了，是给大家看一下。昨天来说可用在全那个全棉上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全棉，是纯棉吗？不是，客户就是要这个伸缩性。这个粘性纸其实，平板印其实印不出效果，要滚筒机才会有这个效果出来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知道了，我再可以具体跟你们讲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包括做热转印很多行业的人都不知道。你看印完之后，普通纸是不是会掉？马上会掉啊？对。但是这个不会掉，要通过手撕才会掉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如果像我们普通纸一掉的话呢，你看我们这个一抬。